我去参加把有声去了不？去了的，肯定去的。什么？天去了这两麦克？啊？调频不？他。这种小苹果，还有还有个，还是说你想，如果在抢到哈儿交通把那个，我来行不行？如果说你开盘回去观察的，比如说你们上回去都会把那个再撕掉了哈，撕掉。你观察到，比如说他身上，小哥哥，身上出现黄疸那些，对吧？刀烧黄疸是吧？那个血尿，没得，黄疸尿，你看会在破坏红细胞，导致血尿，就这些都。他要我尿嘛，反正没事，他激动惨了一顿，我跟你说。他要我尿哎，好烦哟。他们两个都挺好的嘛。还是要把这个弄到他看他是那样。你莫搬嘛你。两个近点儿。小猪灯好嘞，小猪灯还聊了他回去了，给还给他们给他们家买一份嘛，哪里两个啊，你把那个放哪里？放在那个口袋里面。有没有放过？一般上没得啥子问题的。没得。上回那两个回去都那么好哎。啊。上回那两个回去都那么好。你没有回去的。啊。好得很了。来，小峰，一个拉杆，我转哈来，我亮。什么是猪嘞？没事，反正有什么情况，微信发说就行。好的。一定要观察到那个狗狗哈，因为它那个狗狗有的话，你们垃圾狗狗都可能就有。你可以买上晚上买那些就是驱蜱虫的、体外精虫的。没得，两个都可以跑了耍，只要你平时不要让另外两个狗狗把牵到了，是吧？哦。没得。我这边快点，我他妈没跟。好，我们走哈。嗯。好，谢谢了。哎，这些小猪真好叼哦。是啊。有灯儿，有灯儿。过来，嘿，小贝，小贝。你看那个小贝，你看，等一下，哎呀，总算是回来了啊！总算是回来了。
太热了今天。出来。我先等着去上厕所哦。小白回来，小白，哎呀，来把它关掉。它上没有？没上。来把它关掉，拿出去。还有哈的。状态不错啊，回来就开始吃东西。